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太一，今天我们来探险山洞。这里怎么会有螃蟹呢？哎，哎呀！看，螃蟹走了。哎，这里有一个奇趣蛋。嗨，嗨，你们认识数字一吗？ Yes. 这个是数字一。它像树木的树干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哦，嘿，哎，得想一想办法。哎，有办法了。嘿，哎呦，好像震动已经停止了。嘿，哎呦，我们看看奇趣蛋里有什么。嘿，你们看，是一个数字七。数字七它像什么呢？像一把锄头。恐龙们被博尔冻住了，我们得赶过去救他。哎呀，要怎样拯救霸王龙呢？有了，看，我们有木棒。Right. 嘿，怎么没有用呢？嘿，哎呀，幸运的是我没有受伤。我们再用铁锤试试吧。嘿，嘿，哇！霸王龙，不是我困住你的。哇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认识霸王龙吗？霸王龙身高可达6.1米，是身高最高的肉食恐龙。你们看，棘龙也被冻住了。这次该用什么工具呢？有了，我过去测量一下，该用多大的炮弹好呢？好了，我知道该用多大的炮弹了。准备发射！哎呀！怎么会这样呢？原来是不二搞的鬼。再次发射！太好了，棘龙得救了。你们认识棘龙吗？棘龙身长可达19米，是最长的肉食性恐龙。哎呀，大炮用不了了，得想想别的办法。汽车，有了。哎呦，
你们快看，伊特龙得救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认识伊特龙吗？伊特龙平均体长为10米，也是肉食性恐龙。哎呀，差点摔倒了。啊，不好，动物们怎么都被冻成了冰块？我们得赶紧解救它们。斑马先生，别担心，我马上把你救出来。这怎么还没碎呢？哇，冰块碎开了，太好了，斑马得救了。你们认识斑马吗？斑马，斑马，嘿，啊，不，老虎也被冻住了，哦，太可怜了，嘿。老虎也得救了。你们认识老虎吗？老虎，老虎，你们看，只剩下小鸡了。嗯，我试一下用脚踢吧。嘿，嘿，耶，嗨。你们认识小鸡吗？小鸡，小鸡，让我来数数看，都到齐了没有？老虎、小鸡、斑马，都齐了。为了安全，你们跟我走吧。嘿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。过去救他们，嘿，嘿，哎呀！你们看，螃蟹被困在铁笼里，它出不来了。啊，我们得把螃蟹救出来。螃蟹，你可以出来了。你们认识螃蟹吗？螃蟹，螃蟹，嘿，海豚也被困住了。海豚，海豚，别担心，我马上救你出来。嘿。你们认识海豚吗？海豚，海豚，嘿，哎呀，连巨大的鲸鱼都被困住了，我们得马上把鲸鱼救出来。你们认识鲸鱼吗？鲸鱼，鲸鱼，哇，哦耶，咦，这是什么？这里怎么会有脚印？难道昨天晚上有怪物进来过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们去寻找真相吧。嘿，我们往前走，看看会碰到谁。嗨，天鹅，请问这是你的脚印吗？不是的，
我的脚印是枫叶状的，这不是天鹅的脚印。我看到了小蛇。嗨，小蛇，请问这是你的脚印吗？哼，搞笑，我连脚都没有，怎么会是我的脚印呢？哦，抱歉抱歉，打扰了。原来小蛇是没有脚的。看，这里有只小狗，请问这个是你的脚印吗？哦，不是的，我的脚印是梅花状的。好的，打扰你了。原来小狗的脚印像梅花。看，我又碰到了斑马。斑马斑马，请问这是你的脚印吗？这不是我的脚印啊，我的脚印像月亮的。哎，好吧，那到底是谁的脚印呢？不会真的是怪物的吧？啊，沙地上的这个脚印，怎么和这个脚印一模一样啊？哈，原来这是我自己的。耶，果真不是怪物的脚印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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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前面有东西堵住了道路，是一堆五颜六色的奇趣蛋。我们该用什么来敲碎奇趣蛋呢？用木棒。这是一个正方形。该放在哪里呢？正方形放在这里。嘿，这是一个长方形。长方形应该放在哪里呢？长方形放在这里。嘿，嘿，这是一个三角形。三角形应该放在哪里呢？三角形放在这里。嘿嘿，嘿，耶耶，这是一个圆形。圆形应该放在哪里呢？圆形放在这里。嘿，椭圆形应该放在这里。奶牛被抓住了，我得去救它。嘿，奶牛应该就在那边。哎呀，哎呀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嘿，哎呀，我们可不能被这点困难吓倒。你们看，这也太简单了。哎呦，这里怎么有道石墙？旁边还有一些机关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是要解开机关，石墙才会打开。嘿，看，这是三角形，应该装在哪个位置呢？这个位置不行。耶！嘿！我们把奇趣蛋敲开，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嘿！啊哈！原来是数字三。你们认识数字三吗？它有点像耳朵。
看，这有一个桃子。嘿，哎呦，哎，嘿，哎。Uh-oh. 嘿，龙虾。你们认识奶牛吗？我们喝的牛奶就是奶牛产的，以后可要小心点哦。邪恶的龙虾，你就好好待着吧。耶耶，拯救任务完成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好可怕呀。嘿，我们来找找看是谁的叫声呢。小狼小狼，这是你的叫声吗？不是的，我的叫声是这样的。好像不是小狼的叫声。公鸡公鸡，这是你的叫声吗？不是的，你听，这才是我的叫声。原来公鸡的叫声是这样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公鸡一打鸣，就代表天亮喽。绵羊绵羊，这是你的叫声吗？不是的，我的叫声是这样的。这也不是绵羊的叫声，那会是谁的呢？难道是有怪物？哦，不可能不可能，我们继续往前找找吧。老虎是很危险的动物，我们要小心一点。哎呦，老虎老虎，这是你的叫声吗？不是的，我的叫声是这样的。原来老虎的叫声是这样的，好可怕呀。我们还是往前走吧。小猪小猪，这个是你的叫声吗？这就是我的叫声。原来是小猪的叫声啊，小猪是个可爱的动物，那我可就不怕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啊，这边发生什么事了？动物们居然都冻成了冰块！哎呀，我得赶紧把动物们救出来！嘿，哎呀，哎，我得开始用力了！嘿，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认识骆驼吗？骆驼，骆驼。下一步，我们要把鸵鸟救出来。哎，哈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认识鸵鸟吗？鸵鸟，鸵鸟。犀牛，别害怕，我会救你出来的。咦，哈。怎么回事？冰块居然没有碎掉！耶！你们认识犀牛吗？犀牛。
犀牛。任务完成，啦啦啦。